你们知道非标也就是抗体，抗体它会专一性的结合，细菌被抗体结合之后，细菌不会死，大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以为非那个抗体像非标一样，然后它这样射，然后这个病人的确爆，其实不会啊。你就变成说我是抗体，然后我过去哦，然后我认得这个坏人的特征，然后你就把它捏住，然后接下来的话细菌还是照有，然后就一直捏着它，然后你就被它拖走，这就是抗体。那除非有一大堆抗体全部去抓住，然后它也是把你拖走，只是看起来就很好笑，对不对？一只细菌游过去，然后身上有一堆飞镖插在它身上，插在它脸上，插在它的特征上面，然后就这样飘过去，然后。